你著感谢耶和华，因为伊是好，伊的慈爱永远伫地。这是请咱起立，来纪念上帝十条诫。第一诫，我耶和华必定看顾他的上帝。第二诫，他必要在你的右手中，不能见面。
起来文二十八篇，咱三甲来起用，要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。耶稣啊，创造天地。愿以色列讲。耶稣啊，创造天地。愿阿伦祭司的家讲。耶稣啊，创造天地。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。耶稣啊，创造天地。在危急的时，我求救上主。上主，求你听我，爱听我。上主，甲我同在，我袂惊吓。甲我开公义的门。我能听见阿爸上主。这个门是上主的门。只有这个门，阿爸上主。上帝啊，你有应答我。我要感谢你，因为你有我的应该。起厝师傅起三个招，你的家在上重要的一招。这是上主的作为，咱看起来感觉真奇妙。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，咱就欢喜就庆祝。上主啊，我求你。求你该救我，上主啊，愿求你求你帮我来帮我。奉上主的名来，迄位应该受祝福。上主是上帝，伊爱咱的儿女。就也受机参加庆典，有缘来到这团聚上好呀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感谢你。你是我的上帝，我要向你献礼。就感谢上主，因为伊至善。耶稣啊，创造天地。这是咱三个来听上帝的话，记载伫尼希米记七章七十节到七十三节。八章一节到六节，我来读七十节。有族长几啊人为着工程来献，总独献伫库房的金一千大力克，换五十块，祭司的礼服五百三十领，阁有族长。献入工程的补库金两万达里克，银两千两百米纳，其余的百姓所献的金两万达里克，银两千米纳，祭司的礼服六十千领。对安尼，祭司、利未人、各门的、唱歌的、百姓中一部分的人。年纪人甲以色列众人，大家徛起伫因的城。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七月，以色列人已经徛起因遐的城。彼时百姓亲像一人，拢聚集伫水门前宽阔的所在，请经学书伊斯拉带摩西律法的册。来就是耶和华所要命令以色列的七月七日日，这是以色列带律法到公会前，各男各女以及妓女听了会晓得的面前，在水门前宽阔的所在，对天顶到日头，在正男女甲遐个会明白的个面前读伊。百姓阿耳康听律法的册第四章，经学书伊斯拉，徛伫因为着这个书所备办的茶台顶，伫伊的身边有马卡廷啊、西马、亚莱纳、乌里亚、希腊加、甲马西亚，徛伫伊的正边，皮台啊、米沙利、马金啊、哈顺。哈伯大纳、撒加利亚、甲米苏兰、
站伫伊的道边，第五站。伊斯兰站伫正百姓的顶面，伫正百姓的目睭前，掀开一本册，伊一个掀开，正百姓就拢起来。站，伊斯兰俄罗斯妖花至大的上帝，正百姓拢举手应讲。阿门阿门，就阿头面向地敬拜耶和华，愿上帝赐福听他伊的话，搁去行的人。这是咱来经句来读今仔日的经句，是尼希米记八章五十到六十，提醒咱三加来念大意。第五节，伊斯兰他们敬拜。